蔡奇啊，这是嘞。哦，你有无吼？西阿米吼，对不？哦，西阿米吼，特别爱食吼，所以有足济吼。好来，咱即下讲着讲，那为啥咱今下要来闽南翻译过？就是讲咱的食物与相关的，古早咱的闽南都进口，啊，进口呢？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，不管是坐飞机啊，坐船，它有只要烧了燃油会产生什么？温室气体，还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嘛，对咱的今晚晚上今下我来讲，另一个因为它旧不适量，就是温室效应的关系，季节的不分明的哈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温的咱就是希望讲，这就是讲在整个运送我们食物当中，用我们讲的碳足迹，有起码咱来看咱的，电力公司寄给我们的账单。它上面就附说，今天你用了多少电，等于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，是吧？我就会跟人讲，拜托啊，你那如何如何？它就是我们人类行为干预到整个地球环境。咱食物爱坐飞机，爱坐船，就会排放一些温室气体。所以说呢，咱希望讲，呢，为生产热一直到餐厅最直接最好。有人爆炸时代，那还没建材。还是要吃菜，拢干净嘛。我为菜瓜，咱厨房也上紧啊。唔免骑机车去买，还是用坐飞机来个代用。这是上最友善的方式。所以讲呢，咱就爱吃当季，吃在地。用我们弱小，比如说用我们的消费习惯来改变我们世界。虽然说是就绵薄之力，但是不小补。所以讲呢。种植省成本，用不上环境，你要讲在地哈，所以说最重要减少运输所排放的温室气体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今晚这点小品呢，就是咱这个农民，对不对？这三品见的，那我刚刚看你说，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有提到，那个巫婆呢要骗她吃，那个苹果就是这个苹果，叫德国苹果。红彤彤很漂亮，但是呢，它一般来讲，在国外的话人来做派，因为它的口感比较硬，它酸，它不够拍水，我较爱吃。我就较爱吃这個，较甜，希望它酸酸。酸啦 ，Q 啦，酸啦，它好像都南腔北调，所以说讲究不用这种词，它生啦，啊，老公供应的比较酸呐，啊，老公配为个它爽呐，爽，啊，挑我，它爽呐，好来，后来，所以讲进令我呢，一般来讲，伊爱这个环境诞生的所在哦，唔是讲你这人就诞生的哦，有生啊，好来。它的七度C以下的温度呢，每年要烫天哦，要累计500到1400小时。依家有在聊 ，Guess go， 就是哦，咱山卡进来啊，高阶梨为什么要到日本买？它的整个那个进口来更红了，因为为日本呀，它已经经过了这500到1400个小时的低温了。它就可以拿回来国内来嫁接，它才会结果。你没有经过那么多个时数，你没聊过。所以说，咱台湾来啊，山花白的高阶李慧生每年要接，因为山花的话，它没有办法经过500到1400小时的冷度，要经过那么冷，它才会结果。这就是因为这个气温的关系，因为咱台湾是亚热带地区。不是温带地区，温带地区的气温是10到15度左右。好，OK， 好来。